由于国内自行车人口近年来快速增加，因此周休日常见全家大小或车队集结出游，周末骑自行车看风景也能成为新兴的户外休闲活动。这里是位于新竹的17公里海岸线风景区，北起新竹南寮渔港，南至南港赏鸟区，是属于离水堆积海岸上千公顷的潮间带，是北台湾最大的海滨湿地，拥有丰富自然的生态，因此特别沿线建立17公里长的自行车专用车道，方便民众近距离体验海岸景观与生态。这里路况良好，相当适合亲子同游，以漫游速度前进，来回路程约三个小时。就我们来港南这边骑脚踏车啊，然后我就带我两个朋友一起来玩啊，这边风景很好，这段路就很漂亮啊，然后就是可以看海啊，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人啊。假日前来骑车的游客也让平静的海边增添热闹的氛围，而沿途海岸线所建构出的美景却只能释放一些生活中所累积的压力。这里夕阳时分的落日余晖更是不容错过，看着太阳伴随阵阵海风西沉入海，大自然的美景正等您来细细品味，享受骑乘自行车无拘无束的快感，伴随在身边的美丽海景，让人能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并且松懈繁忙的工作压力，好好享受健身流汗的畅快感受。